驾无人机腾空而起，绚丽的紫荆花绽放在维多利亚港上空。紫荆花之夜端午大型无人机灯光秀活动拉开帷幕。浓浓粽叶香，岁岁皆安康，擂鼓赛龙舟，希望写湘江。夜空中，无人机队组合成多种色彩艳丽的图案，为香港市民送上端午祝福。缓缓展开的粽叶照亮天际，三条龙舟化作巨龙，吐出龙珠，变换成东方之珠，高楼林立的繁华夜景，表达出明日香港一起打拼的壮志豪情。主办方表示，活动以无人机灯光秀的形式展现了端午节的起源、习俗、祝福等，通过灯光、音乐等效果呈现出独具艺术性和创意性的视觉形象，让香港民众充分体验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创新融合，增进民族记忆，增强民族自信。